撩拨岁月，何时再相会？心中事难忘，回眸一眼，手中剑，斩不断泪连连。眼前人，情深却缘浅，爱恨不留不恋。天地无情，生死不悔。江湖间我追，情意难我愿，说恩怨在我间，痛离别无泪，穿不过情关，追不回雄泪，走不完，生死不悔。这就叫轰天雷。嗯，这里面有几种特别的药粉，上面的铜丝受到触动，它内的药粉就会爆炸，你要派人好好看守，如果路人误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么厉害？那我肯定。你要干什么？走快点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能用人来试啊。废话，不用人试怎么知道威力？又怎么向王爷报告？不行啊。不要！你们一块去找，跟你们一块去找。大叔，哎，小孩子不能在此玩耍的。我是来找我爹的，他是当差的，叫做慕容易。好。他是襄阳王府的人。王府的人？当王爷要我制造轰天雷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王爷不是为了保家卫国那么简单。你们太残忍了，就为了试轰天雷的威力，就逼那两个无辜的百姓送死。你们根本视人命如草芥吗？要成大事，必定要有牺牲。本王乃受命于天的人中之龙。不管是兵将或是平民百姓，能够誓死效忠本王已经是天大的光荣。你只管做你的轰天雷，别的事你不要管了。当今的皇上才是人中之龙，你要我帮你建冲霄楼、造轰天雷，根本就是存心篡位。你给我住口！慕容先生的确是个天才，不过太过自作聪明对你并没有好处。要害到生灵涂炭，要害到战祸连连，要害到老百姓们弃家毁事，我慕容易还要什么好处？我绝不当刽子手，我不会再为你制造轰天雷了。看你是不想活了，你们杀死我好了，我愿意一死一谢天下。参见王爷千岁。什么事？殿下，慕容先生，你不必激动，有什么事可以慢慢商量。先整理一下你衣服。你想干什么？爹。丹儿，丹儿你怎么会来了？丹儿。爹。你叫丹儿是吗？过来，过来。过去。哎，过去。哎，王爷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放了他。哎，不要紧张。丹儿真是又乖又可爱，懂得一个人老远的跑来找爹，
对了，你找爹有什么事啊？找爹不在吃饭。啊？哎呀，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你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。来，看看，以你的面相来看，的确是头角峥嵘，好好的培育一番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只可惜怕父母，将来有机会夭折。王爷，不要，王爷。什么是夭折？哎，你叫本王，要叫王爷，知道吗？王爷。哎呀，乖乖乖。当然真是聪明，你爹可以帮本王做大事。至于这个夭折的机会，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。先生，你说是吗？王爷，但望你手下留情，我慕容逸定能尽力效劳。好，当然，你爹爹真是聪明，本王将来会好好的赏赐于他。谢谢。爹，叫你回家吃饭。王爷，你是不是可以让我回家吃饭？当然可以了。我希望你们一家好好的一家团聚，然后尽心尽力的为本王做事。我慕容逸绝不忘记王爷的大恩大德。回去吧。丹儿，这是爹做了送你的。谢谢爹。你喜欢吗？那你就要好好爱护他，否则你失去了，后悔也没有用。来，爹弄两样小菜让你尝尝，你过来帮忙好吗？好。不需要了，我做给他。爹，给丹儿放足听听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先这样子啊。哦，喂，哎呦，掉了。来，你来试试。好。哇！来，加，一二三，五。我来帮忙。来，丹儿，去洗手洗脸，准备吃饭了。好。快点啊！谢谢。哇，好丰富的菜哦！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吃饭了。爹，吃饭。娘，吃饭。谢谢爹。爹要娘高兴哦。谢谢你。赶快吃饭吧。爹，好不好吃啊？当然好吃了。爸，你很喜欢吃娘做的菜，爹也很喜欢。不如啊，你能问问看娘，可不可以让爹天天来吃饭，好不好？娘，娘不说话就是答应了。好哎，那我们家人可以天天一起吃饭了。别说那么多了。吃完饭再说吧。不要紧的。不用整理了，我已经有打算了。我已经预备了一间大屋，要接你们母子去住。真的？一直是在衙门当差的，哪来那么多的银两啊？我当初只是骗你的。你的丈夫怎么会那么没用呢？我为王爷建造了冲霄楼，又造了轰天雷，这些是天底下最威力无穷的杰作。那你那竹蜻蜓那么巧妙啊？何止巧妙而已，比起竹蜻蜓简直厉害千百倍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几年我就是专心建造冲霄楼，里面机关重重，
山入者必死，轰天雷的威力更是万人莫敌。一爆炸起来，什么东西都灰飞烟灭。我慕容易实在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啊！哎，兰儿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也一定是聪明绝顶。我一定要把我毕生的记忆全都传授给你。 爹有个大屋，里面有好几百个下人，让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那我也可以回私塾读书了。你要将轰天雷，还有竹蜻蜓带返私塾，让彤彤们看一看。你不用上私塾了，所有的东西爹都会教你，爹胜过任何一位老师。啊，啊，丹儿，等明天。 知道，慕容先生，已经救了天伦，北魏王爷效力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他们母子什么也不知道。你要是敢动他们，我就送你一个轰天雷。 娘走就是了，不，我不走，我要等娘的话，你都不听了吗？我要等爹了，不等了。但是我娘骗了爹，爹的本事好大，又很疼我们，为什么？娘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赶快跟娘走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还闹还闹，娘的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？蛋儿，娘是为你好，嫁了你会明白的。 你说的对，你爹聪明绝顶，是个奇才，可是他没有关心过我母子俩的生活，从来没有。不，你说话，爹很疼我们的。娘没有骗你。娘在怀着你的时候，挺着肚皮上山去砍柴，到处想办法张罗吃的穿的，你爹什么也不搭理，只专心管着他的研究。这些娘都挺过去，娘也没有责怪。 可是娘痛心的是，你出生的那一天，她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们。是，爹不是改过了，也认错了吗？不，他是变本加厉。从前他是醉心研究，为了展示自己是个天才，不惜祸及无辜，这还算是个人吗？蛋儿，你要听娘的话，你不能选你爹，你还跟娘走，你知道吗？不，娘的话。 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让人听娘的话，跟娘走。我不走，我要爹，我要爹。好，你去找你爹去，走啊，你走啊，不要娘了。我要娘，我要娘，大儿要娘，娘不要再说大儿吧。娘也舍不得蛋儿。
您是万金之体，如今你绝食多日，自惭身体，只会让皇上担心的。皇上该担心的是天下万民，而不是我这个老太婆。这不为听哀家的话，你快吃吧。太后，您不进食。 微臣怎么能进食呢？张护卫，你就不要再坚持了，快吃吧。太后，如果您不吃，伤害自己的身体，只会陷皇上于不孝，陷微臣于不忠啊。 可是不能为了我一个人断送大宋江山，那我岂不成了千古的罪人？哀家但求一死，也都是为了皇儿。听哀家的话，留着有用的身躯。 将来好好的辅佐皇上，听到了吗？太后，太后养尊处优，是不惯襄阳城的粗米饭，这可要怪。 是谁把我跟王爷贬到这苦寒之地？是你老爹，当今的皇上。你们抓我当中，就是为了想报仇吗？为什么不一刀杀了我？一刀杀了你，哈哈哈哈，那不是太便宜你了吗？ 再说，咱们都是皇族，算起来也是一家人，总不能害你白白的饿死。我吃，吃，给我吃，吃，吃呀，吃！不要，甘总，不要害我，哀家闺女。
这一次倒便宜你了。走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。皇上，微臣永不所托了。襄阳王，我展昭跟你势不两立。哼，真是倒了霉了，好好的大道不走，走那些荒山野径，走这么久才到这里。站。三哥，你别在那边逞强了，咱们这会都是侵犯了，得先保住性命，帮你兄弟们报仇。成什么英雄阵势？是吧？四弟说的对，我们绕到襄阳府就是要避人耳目，再赶半个月的路程就会到达京城。没错，到了京城之后，把那些领军的将领一个个揪出来，通通杀掉，然后再闯进皇宫去，把那狗皇帝也杀了。当日要不是他派兵血洗献公岛，我们献公岛的兄弟也不会白白牺牲啊。今天我就要以他们的人头来为我们献公岛的兄弟报仇，让他们死而瞑目。二哥，二弟，二哥，什么事？我到城里去找到了一个老朋友，这个人呢、是江湖上有名的包打听，探听到襄阳王在城里建了一座冲霄楼，里面布满了机关，展昭就是夜探冲霄楼，失陷在里面，现在生死还未卜呢。混球，混球，展昭真是混球，早就跟他说他不听，好了吧，白白送死了吧。哎，不，展昭他一定没死啊。哎，吴帝，你怎么知道展昭没死啊？如果展昭是侵犯的话，那襄阳王一定会把他的人头砍下来当街示众，好向那狗皇帝示威。如今他为什么不这样做？显然是另有图谋。我知道了，他是用展昭当饵，要么吴蜀上钩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他是想引诱咱们去救展昭，好把咱们一网打尽。嗯，门儿都没有，让我们吴蜀白白的送死，他休想啊。大哥，咱们献空岛的兄弟不能白白冤死啊，这个仇一定要报。这样吧，你们到京城报仇去，我独闯冲霄楼。什么？你要独闯冲霄楼？为了要救展昭，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。哎呀，武帝呀、我发现你比展昭还要笨。哎，你到襄阳府说为了躲人家耳目，为什么？是为了要打听展昭的下落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第一笨。现在你明明知道去会送死，你还非要去不可，这就是笨上加笨的第二笨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，对对对，冲霄楼机关重重，你一猫展昭都在那束手就擒了、你还跑去，你也太傻了嘛。诸位哥哥，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当日展昭奉命擒拿吴蜀，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我白玉堂早就死了。今日展昭有难，我能见死不救吗？就算是我以命相报，也算不了什么。再说咱们是义结亲来，男子汉大丈夫当以义气为先，展昭是个仁人君子，我能见死不救吗？更何况他是我结拜的义兄，如果今天是我身陷险境的话，他也会舍命相救，义无反顾的。那我们吴蜀一起去冲霄楼。对对。王爷，今天雷不都装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来？昨晚上下了一阵雨，我要来瞧瞧。那你又说他百天不毁，水火不侵。你懂什么？最好不要多管。那我就回去禀报王爷了。别乱走啊，这里到处都是轰天雷，要是碰到的话，只怕神仙也难救。丹儿啊，到白雪镇还有好长一段路，来，先吃点馒头啊。我不吃了。丹儿，丹儿，丹儿，你们怎么样？丹儿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我的足心体，我的足心体呢？那不是在这儿吗？秋平无期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封信，可是我切切的希望你看到这信的时候
已经离开了襄阳城。我这一辈子做了两件补偿不了的大错事。头一桩，我过于沉迷钻研，让你跟丹儿都吃尽了苦头，是我亲手把一个好好的家给毁了。最后一桩，也是最罪无可恕的一桩，没想到我钻研出来的东西，冲霄龙、轰天雷，都是能杀人无数的鬼东西。我想只有血才能洗清我的罪名。告诉丹儿，他爹不是一个好父亲，可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秋萍，你的恩情来生再报。你在拆轰天雷，不是在检查。你敢在老子面前耍滑刀的话，你是不想活了。这里的轰天雷你差不多清除掉了，就是死也算不了什么。闭！丹儿，不要过来，危险！救他的，大哥，孩子腿受伤了，此伤往地盘，不宜久留，赶快撤走。大嫂子，你放心，你相公他吉人丁下，不会有事的啊。大嫂，你们怎么会跟襄阳王那个狗贼结怨呢？又怎么会为轰天雷所伤？我丈夫慕容易是帮襄阳王做事的。啊？什么？你们是那狗贼的人？哎呦，三哥，你让大嫂子讲完嘛。哦，他帮襄阳王造了冲霄楼。冲霄楼？三哥，听他说下去嘛。哦，我的丈夫一辈子沉迷研究机关阵法，他为襄阳王造了冲霄楼，又造了轰天雷，但是他不知道那是害人的东西，等他知道的时候，后悔已经太迟了。为了不想祸及无辜，他又亲手去把那轰天雷给毁灭。没想到我跟丹儿这时候刚好就走到那个阵地里面去了，他为了救丹儿用他自己的身体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，这么糊涂。那个襄阳王一看恶行恶相的，就是个大坏蛋嘛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嘛。哎，好了可是丹哥，你别在那边瞎吵瞎闹了好不好？那个狗贼本来就会骗人嘛，那大嫂子他怎么会清楚呢？是吗？当然是了。大嫂，实不相瞒，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就是被囚禁在冲霄楼内。展护卫被囚禁在里面？展昭是我们结义金兰的义兄，这一趟我们来襄阳城就是要把展昭从冲霄楼救出来。那襄阳王可真是造孽。大嫂，听说那冲霄楼机关重重，凡是曾经闯进去的人从来就没有一个活着出来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冲霄楼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什么呀，大嫂子，哎，你是他的妻子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吗？我一直不喜欢他研究的那些机关阵法的。哎，人家要知道他偏不知道，我这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三哥，你就别烦大嫂子了。那这会儿咱们就等着慕容易醒了一问，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？好。展昭，见到朕还不下跪？展昭见到皇上自然会下跪。你是冒牌货，如果跪你的话，岂不让天下人耻笑？你真是天下第一蠢材，你还指望那昏君来救你吗？哎哎，
那个臭小子不知好歹，发动各地秦王要攻打我们襄阳城，可是他不想想，他现在早已成为昏君，为天下万民所遗弃。朕打的旗号是堂堂的正义之师，如今我军节节胜利，不久就可以把那狗皇帝的头砍下来了。到时候，朕就可以顺天应命，堂堂正正的登上皇帝宝座。启禀王爷，有两个人擅闯冲霄楼，中机关而死。好，好，想必又是那个昏君为了救长护卫而派来大人高手啊。传令下去，把那个尸体放在城楼之外，一来可以杀一杀那个昏君的威风，二来听说吴蜀也来了，把他们引到冲霄楼一网打尽。是。启禀皇上。皇叔，是否军心有变？臣刚才接到吴蜀来函，他们在赶赴襄阳救展昭，得知太后薨了。什么？请皇上过目。天下竟因一军之名对抗秦王之事，皇上因有所顾忌，未便挥军直取襄阳，只有那逆贼趁机做大，节节推进，烽烟四起。如今太后归天，请皇上节哀顺变，以万民为念，以速战速决。后顾之忧，朕决定御驾亲征，将那襄王之逆贼罪行昭告天下，取那襄王首级，以为母后在天之灵。是你的妻子秋萍啊，爹，你不用害怕，你不是常说你和我们在一起吗？我不认得你们，我连我自己是谁，我都记不起来。一郎，你不要太紧张，别紧张了，我慢慢讲给你听。我到底是谁啊？我，你叫司徒毅。我曾经听过。当然了，那是你的名字。我什么都忘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本来是一个樵夫，上山砍柴的时候呢，滚下山来跌伤了头了，一直昏睡了十多天呢。幸好如今醒过来了，虽然有些事情忘记了，但是慢慢就会记起来的，以后我们又可以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了。生活在这里。是啊，虽然是穷了一点，但是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
山上有的是树木，我们就靠砍柴为生。哦，那以后我来砍柴，你不用那么累了。你刚复原，不能那么操劳的，让我来吧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真没用，只是一个樵夫。我是不是字？是不是字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处处也是为这个家着想的。其实秋萍只求一家平安，粗茶淡饭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原来我这么好福气，有如此娴熟的妻子，还有一个这么精明的儿子。大哥，怎么样？你们想出破解冲霄楼的方法没有啊？我们兄弟三人，根据建造冲霄楼的工匠供词，绘制出这个蓝图，可是得到的只是一鳞半爪。而且那个慕容易啊，却是天纵奇才，其中奥妙，真是难以理解。哎呀，老天爷真是瞎了眼睛了！哎，这个慕容易怎么会去帮助这个奸贼襄阳王呢？而当这个慕容易发现了襄阳王的奸计以后，这个聪明的人又变成傻瓜了。你说老天爷是不是在跟我们作对啊？啊啊啊！我们不能再束手无策地坐着了，我决定要夜闯冲霄楼。哎哎，我佩剑，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。等一下，你们现在不要轻举妄动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。哎呀，大哥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你讲嘛。解铃还得系铃人，现在最主要的，我们要让慕容易先生醒过来才是上策。慕容大嫂，五位大爷，不知道什么事啊？我们只想知道慕容先生的情况怎么样。哎，对了，他醒过来了没有？哎，慕容易不在床上吗？他到哪儿去了啊？五位大爷，我们只是平民百姓，实在不想理朝廷的事情，更何况。叶老虽然已经醒过来了，但是他的确不记得了，什么冲霄楼、轰天雷的，他全都忘记了。求各位大爷不要破坏我们平静的生活，好吗？哎呀，不行啊，这件事很严重的，只要他能醒来，我们一定有办法让他记起来的嘛。这位大爷，慕容易只是一个普通的樵夫，连字都不认得了。如果你们一定要逼问他，真会把他逼疯的。各位大爷，实情如此，求大爷成全我们吧。哎哎哎哎，文大嫂，你也不必如此。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不要强人所难。谢谢你们。哦，大嫂，如果慕容先生醒过来能够记起冲霄楼的事情，请你务必一定要告诉我。事有轻重，小女子不会有所隐瞒。那我们就走吧。啊，是。到底是谁？爹，怎么了？干儿，我到底什么人？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你会做很多东西，你会做很多玩具给我玩。什么？我不是一个樵夫。当然不是啦，爹是一个著名者，机关社的记者。那你娘为什么不让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？要说我是个樵夫，当然也不知道。是你要大儿，不要告诉爹。为什么？可能是爹以前太聪明，撞了山之后就变成傻乎乎的，娘怕爹不高兴，所以就不告诉你啊。
你向舅舅为爹好，可是爹就只会让你娘受苦，一定是这样。是的，爹本来预备了一个大房子给我们住，就是进襄阳王宫住的。襄阳王？嗯。爹依稀记得，襄阳王说要好好重用我，让我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 对了，爹想起来了，我可以回王府工作，让你们母子过好日子。你是否真的可以住大房子啊？应该是吧。不过我们要先到襄王府去问个明白，先别告诉你娘，我们给他个惊喜。好啊。嗯。张总，什么事？在下慕容易，有事要求见襄阳王爷。慕容易，没听过。我爹爹很有本事，王爷也很正常他。 上次王爷亲手报喜了我，还说我爹爹对王爷的助力很大哦。是吗？我刚从太湖过来，我可不知道慕容易是什么人哦。王爷一定会见我的。好了，王爷如今出城去查看交战情形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这样吧，我们住在朝阳山一间草舍中，如果王爷回来，麻烦通传一声。好。丹儿。 那我们回家等候好消息。王爷，阵前的战况怎么样了？看，这老天瞎了眼，那个狗皇帝来了什么御驾亲征，原先投靠我的官员，纷纷投向他去了。不用半个月，就会兵临城下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王爷，你给想想办法。还给我闭嘴！都是你闯的祸。 要不是吴蜀救走了慕容易，把他做了轰天雷，抛下了狗皇帝的阵中，把他们炸个精光，一了百了。属下知罪，属下已多方派人搜查，可却是找不到慕容易。王爷，那个慕容易来过了。啊，来过，人呢？走了。你真是笨，怎会让他走呢？我也没见到他人呢。 是卫兵回的话说，慕容易要见王爷，王爷不在，他便走了。哎呀，这又给他溜走了。可是他也留下话来说，他住在朝阳山，你到那儿去找他便是了。啊，朝阳山？哼，天助我也！狗皇帝，你等着瞧。 去找襄阳王。嗯，那襄阳王爷一定会安排一个好差事给我，以后我就不用上山砍柴，你们也不用挨苦了。你都记起来了？对，我都记起来了。原来我在襄阳府里是很有地位的，人人尊称我为慕容先生。原来我就是慕容易。哎，你真傻，还骗我叫司徒易。 我都明白了，我是个钻研奇门阵法、机关火器的奇才。但是后来，我受了伤，什么都忘记了。你怕我伤心，所以才隐瞒我的身份。现在可好了，王爷求才若渴，我这么一个天才在他府里，一定能够大有作为。丹儿，你说爹是不是很棒？棒极了！对，你聪明绝顶。 更是襄阳王跟前的一个红人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造了冲霄楼，也造了轰天雷，这些害人的东西都是你造出来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许多人死在冲霄楼上，更多的人死在轰天雷之下，这不是害人的东西吗？不是，王爷他跟我说过，那冲霄楼是保家卫国、防御外敌。哦，一郎，襄阳王是在利用你，你还记不记得，戴儿差点就死在轰天雷之下了？不是。 你不相信的话，你自己看看，这信是你自己写的。不，
这不是真的，不会的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秋萍，你听我说，我不会再回襄阳王府，我不会再造轰天雷，我不会再做害人的东西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玉兰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当时你差点死在雷击的手下，幸好吴叔赶到，才救你的性命啊。吴叔。 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他们是要到冲霄楼去救展昭、展大爷。冲霄楼，不，他们不能去啊！一郎，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能不能想想法子帮他们呢？进了冲霄楼，等于白白送死。冲霄楼里机关重重，一定要想办法摧毁。那这样好了。 我去帮助吴叔救出展大侠，然后借助吴叔的力量，摧毁冲霄楼。但是，不要忘了，冲霄楼是我建造的，只要我把图样画下来，交给吴叔，不就可以了吗？嗯，吴叔武功高强，一定可以马到成功的。刻不容缓，我现在就去找五位大侠。 这般苦恋，你这般敷衍。